一直以喜剧人物形象出现在镜头前的吴孟达今年换了个口味，在讲述太阳即将毁灭，人类在宇宙中寻找新家园的科幻电影《流浪地球》中，他饰演了为家人奋不顾身的老爷一角。很多年都没掉过威亚，这次为了新戏，吴孟达也是拼了。他们每个人都很照顾，包括每一条下来，他们都会过来扶我，然后给我吸氧气，谢谢。